你这平台要吗？拿走吧。你这盘子还要不？盘子是人家饭店的。那你这饭还要吗？我还没吃完呢。不减减肥吗？那减减吧。你这纸壳子还要吗？你跟踪我？没有，我刚好路过。拿走吧，拿走吧，拿走吧。这衣服也太容易掉色了。这衣服不要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门没关。过分了。我这就出去了，我就问问你这衣服还要吗？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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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。下楼，我看着你走。你这瓜子不要了吧？我可以不要，你能消失吗？喂喂，手机怎么卡成这样？不要！我耳闻您的手机不要了，可以给我吗？你要我手机干嘛？我要把它挂到网上很火的这个转转 APP 上。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特别高，我一台用了2年的苹果10都卖了将近3000块钱了。还有人免费上门收货，连门都不用出就能卖出去。那我为什么还给你啊？我傻呀，我自己上转转 APP 上卖。我那个旧小米11在转转 APP 上卖了4400呢，感觉这是捡了个大便宜。你也试试。真的假的？我试试。亲爱的，你打我。我没有啊。我要跟你分手。分手就分手。你这男朋友不要了是吗？对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妈，你还别说，这衣服还挺好看。这有啥呀？妈给你捡了个男朋友。哇，好帅。走走走。嗑瓜子儿，哎，自己尝吧。怎么有股我前女友的味道？人要往前看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晚上想吃啥？阿姨去给你捡。来点啤酒解解愁吧。